把锅电源开关给我看一下好吧？我这个做核酸排队还要好久嘞。对，那个电源开关帮我按一下啊。电源开关在你那个脚旁边那个。脚旁边那个啊。脚旁边那个，哎，对，哎，好嘞，开开了。那你把，哎，等一下，啊，你上去把电饭锅那个按钮再按一下，啊，上，电饭锅，不是电源开关，是电饭锅，旁边那个，哎，对，旁边那个。对，就在那里按一下，哎，对，按一下，没按好，再按一下，再试一下，不是那里啊，电饭锅，哎，对，就那里按一下，用点力，哦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哎，真棒啊，等我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啊。